那夜我在到九州山河图，也是那晚听见了这曲。盗走九州山河图，但此图乃刺秦义仲所带，若被你盗走，那如何有后来之事？图本是盗手了的，不过后来又不慎丢了。怎么，你想知道发生了何事？你这般说就是不想提，但你想提的时候再开口吧。天雨立，马声角。秦王政21年，太子丹御赐秦王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残秋至于秦。是夜，一刺客谋而动，窃图欲离。呸！就这，原来你是秦王政的人。不是。那你为何于此地行此事，背弃太子丹？你们欲献九州山河图于秦王政，我只为拿图。我不会退，图还来。此图乃明日刺杀关键，更不能交于你。来人呐！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，休想从这儿离开。我死。阿铁，我听见声音，怎么了？阿铁，是你吗？你不是瞎子吗？我看不见，但我知道你不是阿铁。阿铁的刀上没有血腥味儿。我知道你白手，你有脸不杀。你杀了阿田，我要你破戒。可赴死，此其意成或不成，然其利益较然，不欺其志。绝匹夫之怒，成盗贼之谋，非勇也。你要找的朝廷密令就在那郡守府一床体的木箱里，你自派人去取。你这刀客耳聪目明又身手了得，更难得还识情知趣，知道什么可碰什么不可碰，埋没凡尘委实可惜了。哼，幽皇这话差矣，刀客与屠夫无异，还谈甚泯然凡尘。我听闻你曾为罗侯祭使效命，为霍雍麾下魔将寻山河社稷图，后至于冥界再无归。哼，霍雍一事，魔将何不另寻而事？协助霍雍乃罗侯神之命，两世三界只有罗侯神可以命我。那你何不回幽界？何不设法降幽城？你徘徊在这凡尘百年，必有所求。既是这样，那此间之物我可与你，这世间无有之物我亦可与你。哈哈哈哈，凡尘之中，物也好，命也罢，终有去时，今谢君相邀，不得从，告辞。末将，一别经年，今日竟与我祭手一同前来，是为何事？我想入玄冥教。哦，我记得你那日拒绝了，为何今日却又改了主意？嗨，那是昔日没能想得明白，未识得阁下大能，竟能造出人偶。
阁下既得了此利，那白手追随阁下想必是不错的了。一个刀客杀人夺命，怎还有造人偶之念呢？你所求究竟是什么？魂兮归来，君吾下此幽都邪？吐蕃九月，七角也已邪？一阙招魂，想必非空穴来风。我知阁下已有了些眉目，不妨加上我这白手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去兮不复返。九英将军，请唤我祭手。将军屡次背着歌声以来，将军或识得此曲。听你时常唱此曲，便识得了。这样啊，这曲子常萦绕耳边，会不会是这躯壳中仅存的些许记忆呢？虽然都说人偶无魂，但九音总觉得那曲子里的就是九音前世的记忆。前世轮回转世，何人还会是当年人？不过一个念想，记说啊，世人传人生八苦，便是有前世，怕也不过是一场世态炎凉。啊，这样吗？但将军不是九阴，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记忆啊。将军就没有什么拼命想记住，却忘了的事情？我只有拼命想忘却忘不了的事。将军想忘记什么？当年我自己立下的戒。将军的戒是什么？一不杀哑巴，二不杀盲人。将军从未破戒。若九阴平安无事，我便从未破戒。九阴轮回转世变了样貌，可魂体因未改变。我想他平安无事，我便未破戒。可惜你从未想过九阴或许记得前世。他未杀我，我便当他不记得。唉，有情必有缘，有缘必有命，此乃世间之道。百年刀客若真为苟活于世，又何必立戒？不过是对这人世之情谊罢了。尉迟，这谱子你记下了。嗯，前辈可愿再合奏一阙？